今天正好闲来无事，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公司。这是我们卫远高新技术企业，然后医疗器械的协会证，还有海商会的股权的一些证。然后我带带大家去看看我们整个公司的一个外貌。这是工程师的办公室，这是我们财务的办公室。然后我们的办公室的进来，这是我们的那个主要是负责技术这块的综合办公室。这里有点黑，这是我们的小会议室，平常我们讨论问题啊，就在这里。然后带大家看看我们的样品间，这有点杂乱啊，但是比较真实。看，就我们平常会处理一些那个样子啊，会改型啊，都会在这里，有点杂乱啊。这是我们平常运动的，打打乒乓，然后健一下身的一个运动室。这是我们的外贸办公室，然后这是我们的临时小仓库。接下来带你们去看看我们的装配间。下面的车间，这么多了。这是我们的装配车间。装配车间，然后再正好再装配一些立式的车。这是我们的那个灯头的装备车间。然后这是一间密闭室。为了防止那个污尘进去，所以我们这边有两间密闭室，专门用来装配灯头的。这是我们的那个装配车间。上面配备了净化设备，这是我们的那个灯头的装配区，然后这是我们的仓库，现在在分拣东西，然后我们的仓库，平常我们放很多的产品都在这儿。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车间，手术灯是怎么生产出来的。
看啊，这是我们公司的整装大楼。我这里就不进去了啊，这里是另外一个车间。然后去看看我们的那个前面的大门。我们是自己生产、自己设计、自己有品牌的一个工厂。上海卫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，然后我们办公室从这边上去的，就刚才我是从楼上从另外一个门下来，这回是我们从这边上去的。看，这是卫远医疗器械的 OK。